近日，娱乐圈的老艺术家王姬突然在动态里晒照，称赞自己的女儿是贴心小棉袄，意外曝光了女儿的长相。照片中，59岁的王姬梳着短发，身穿蓝色透视装，整个人非常性感妩媚。皮肤白皙的她，五官挺拔，头发乌黑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。王姬的身旁站着她30岁的女儿高丽雯，两人同框出现在照片上。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对姐妹花，仔细观察高丽雯的五官，她的长相酷似妈妈，但却多了一丝清纯。裁剪得当的红色超短裙，完美的展现着她的身材，完美的身材比例，就像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后，纷纷在评论区里称赞，母女俩太养眼。还有网友表示，王姬比30岁的女儿还美，美人在骨不在皮。王姬出道多年，拍摄过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优秀作品。作为娱乐圈的老戏骨，拍戏时的她兢兢业业，生活中的她低调谦和，被公认为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。非常遗憾的是，怀孕时的王姬为了拍戏高强度工作。